说我出世在60年代，一岁多国家才算诞生出来。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派，还有人移民海外。旧家的戏院建在60年代，我穿在人群里看明星剪彩。那时候粤语片是一片黑白，有些来新加坡拍。渐渐地我们进入70年代，一穿上校服我就神气起来。玉郎真烟囱个个有气派，比我长高得更快。那时候林青霞的电影最卖，凤飞飞出新歌曲全班都爱。顺宝林赢了一串金牌回来，我一夜兴奋难耐。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. I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. I do. We are the world. We are the world. We are the children. We are the children. Come on, sing for the world. Sing for the children. 当我们不觉来到80年代，地铁将这个传奇讲得更快，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，将心要唱起来。我们一搬家住得舒服自在，旧戏院变成教堂做礼拜。有时我独自回到旧地感怀，惦记那昔日小孩。朋友们说我越活越不赖，像刀过一样实在。到底是他给了我胸怀，还是我给了他爱？一晃眼已经来到90年代，宝爸你再穿一遍黄人情怀。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记载，未来就看下一代。别人就听过爱的生活来，可以创造新加坡派。现在是别人纷纷移民前来，谁不爱新加坡派？ I like it 新加坡派， I like it 我最爱新加坡派。